厚的厚的哦，然后袖长呢是很刚好，非常的足够，然后是做贝壳扣，很有质感，然后你们可以把它折起来放下来，我觉得都很美，折起来就蛮利落的，但是它那个垂度很好看，对，它的垂度好看。好，这个没有分码，这一样可以到 L 号，这边做一个小打折设计，然后是 V 领的，那其实可以正常穿，正常穿就是像这样，然后后面是有个金链的造型，美背的感觉，然后有点小，后面也是做 V 领，长度算是长版，然后有点圆弧状，所以侧边也是开比较高一点，比较短，后面的长度是带屁股的。好，这一件是卡色的，它面料是很光滑的料质，可是如果你们要穿裙子干嘛的话，把它塞进去也好看，然后也可以拉一次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颜色很美，加上面料质感很好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穿起来就是很漂亮。冬天也不能都只穿那种针织毛衣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有点性感，有时候也是要穿一些这种不一样的啊。对，因为这个也是秋冬款的，秋冬的款式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大红的，穿牛仔裤就比较随性一点了。风格，然后你可以围塞，围塞的话也好看。好，然后后面就会这样，美背款，从夏天流行到冬天，背纱款，都一定要有背纱的款式。没错。然后这个也可以配裙子，就是把它塞进去，因为它的面料是软软的，所以其实塞进去也蛮好塞，搭个裙也很适合，好吧？或品裙类啊，你都可以哦。好，身上这个是编号17的哦，17的蓝色跟这个卡色的，没错没错，美背款，经典美背款，面料很舒服哦，这不会厚的哦。